乱世情缘，于斯为美，别于寻常夫妻的司马懿和张春华纳入赠妾白绫云，闹得司马家天翻地覆。我的男人这辈子心里都不能有两个女人。对甄宓诸多猜忌的曹丕，娶郭照为妾，却是共侍一夫，姐妹和谐。朕恨这一切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不愿意再见到你。12月25日晚间9点，《军师联盟》首播在中视。